你手上拿什么？你跟我说胃发炎，这里是妇产科，你以为你可以瞒多久啊？最近很爱吃这种酸酸的哦。我想问的是，这个孩子是我的吗？婚姻是决定生命中的大事，你自己不是也很想往那坑里跳？把一个戒指给他，让他知道我计划中的未来不只是只有我，一定还会有他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如正亲临东森戏剧台。